好，如果不想看烟火人挤人的话，也许您也可以参考这个景点喽。忠贞纪念堂也有庆祝活动的，现在是从世界各地征选画作，最后选出的前100名，从8号开始，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会用投影的方式，就在忠贞纪念堂外墙来展示。这看起来就仿佛像帮忠贞纪念堂做了彩绘，我们也带您欣赏。白色的忠贞纪念堂现在看起来像是经过彩绘，五颜六色，这些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画作，总共100幅，用投射的方式印在忠贞纪念堂外墙，为了庆祝建国100年国庆日。来自8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合唱经典歌曲，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，也替画作展示揭开序幕。这些画作都是从世界各地征选来的作品，精选出前100名。其中第一名的画作是来自马来西亚一名14岁小女孩。I hope my painting can send the message to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that Taiwan is a very, very beautiful country.从10月8号开始，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始投影，为期10天，让忠贞纪念堂一起庆祝建国100年。中央新闻郑仁宗、丁新雅特别报道。